情愈深，心愈惊。有一天你若离开，所有一切只有黯淡，不再相识。老师，请讲评。好，来，中央，你选的歌曲拢真调皮啊，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哦，就是这个匿名的干呐，嘴轻轻唱歌，无表情。我要跟你讲的，我会当举个例子让你听，就是讲，阿瑟、钟颖，伊咧唱歌的迄个哭声，你们两个不相上下的当下，他如果我讲的是如果。伊若赢，伊会赢伫倒位？赢伫唱腔共鸣，因为你的唱腔完全没有转换点，你的共鸣都没有转什么转换点，你就是干安尼真平铺，啊，感觉是真，你的感觉是真亲近，但是听的人的感觉无一定，吼。但是唱腔一共鸣，共鸣一转换了以后，蔡宗颖的就不一样了，他有气音，他有点喉音，他有点沙哑。有够一点啊，真声十八，他什么都有贯穿在歌曲里面的时候，听起来迄个实在感，才是灵魂的亲情，你就会感受这样。我要比例，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，你就听听看，你的声真清气，但是蔡宗颖的声虽然无你的清气，可是他唱腔共鸣的转换比你厉害，所以各有长处，你要怎么学习他的好处？才能够让你的歌声更有灵魂，好不好？两个我就一起这样讲了，哦，继续加油。